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键开启追一部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，从第一集第一集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。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，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。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溺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进度反复回看在心里。嗯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秦诗，杨华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我，你为什么刚刚还？同样的酒店房间，更便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请您收看《爱的二八定律》。轻盈无边，天山白，淘淘养棉卫生巾，邀您收看《爱的二八定律》。儿童专用感冒药三九小儿感冒药，邀您观看《爱的二八定律》。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明明没有翅膀，却特别向往高处，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热衷于建造摩天大楼，全世界中又一亚洲人更是对摩天楼尤为痴迷。全球前十名里，九名在亚洲，这九名里又有五名在中国。这一天是我的糟心日。跟你没关系，这是我家里事儿啊！你们今天都给我闪一边去！崔文宇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看我今天就把门给我。现在要是有人报警，就是打架斗殴，还是持械，进去十五天不说，还得留案底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李梅先生说几句。小姐的离婚协议书，您要想离婚现在就可以签字，民政局5:30下班，现在过去还来得及。怎么样，签完协议书我送你们去。秦先生，您呢不可能在里面一辈子，这个门早晚得开，要是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您把门打开，咱们把误会说清楚呗。任梅梅，你别以为你把这个瘟神叫过来我就怕你们，我今天就是跟你们没话说。既然跟我们没话说的话，那您就跟警察去说吧。警察？什么警察？你凭什么报警啊你？哎，秦文宇，你差不多得了啊你！你让他把电话放下。谁差不多得了？
这个电话呢，我也可以不打，但是您可不可以让我进去？我保证就一个人跟您聊一聊。你先让那个人走开。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你要不想把事情闹僵，你就去楼下等我。你看他那个，交给我。等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好好找找吧，啊！哎呀，这天上地下，你可都好好找找，好好查查，有什么人呀？啊，每个小细节你都不要错过，对吧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里面有人吗？哎呦，这床里是不是有人啊？没有。哎呀，所以我说你们今天闹的真的是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啊？哎呀，我很生气啊！你告诉那个醋坛子啊，今天的这个事儿我跟他没完。非常生气，哎呀！这个不是，哎，那个谁的手机在响啊？大变活人，他是那个，你干嘛？别，哎，你拍什么照啊？你别拍，别拍！哎，你别拍了，别！哎，你还拍？拍什么呀你？你别！我要真找女人的话，我能把女人带到自己家饭店楼上吗？我傻呀我！我刚刚这照片拍的真好，你看，你们俩这肢体。这神态，说你们没问题都没人信。秦氏，我才是你亲哥哥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你怎么总是帮着外人搞我呀你？你把照片删了，删了。哎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任梅梅的代理律师，秦先生啊，你得自重。那你那律师费不是从我兜里出去的？照片删了。秦总，对不起啊。都是我的错，秦律师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要不，我出去跟梅梅姐解释解释。你跟她解释什么呀？咱俩清清白白，你解释什么呀？啊？你说，你出去找她，你还不够当盘菜让她给啃了呢？你先退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想离婚吗？你让他先签。我先签啊，他提的离婚。哎哎，睁眼说瞎话了吧？啊，刚才你听见了，是他先说的，这回你不能总帮他了吧？啊，我没说。你没说你失忆了吧你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可以不要这么幼稚了吗？我说你们两位呢，经济独立，财务自由，又没有孩子，眼前这份离婚协议书已经是第17版了，完全可以拿去做范本了。建议二位赶紧把字签了。各自奔向彼此的幸福生活，不好吗？根本就是离不了婚的两个人，天天把离婚挂在嘴边。作为你们的离婚律师呢，建议你们回家想清楚，离有离的方式，不离有不离的态度。整天这样吵来吵去，真的很浪费时间。哎。浪费时间说你呢，秦文宇先生，请你时刻谨记，你是一个已婚男士，应该尽量避免跟任何异性单独相处的机会。任妹妹女士，
如果你仍然想继续这段婚姻，请给予你的伴侣最大的尊重还有信任。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，律师费翻倍啊！律师费？你还给他钱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坑你嫂子呢？啊，掉钱眼里了你？对呀、啊，洗衣服啦。哎，老李。大学英语老师，研究生毕业，28岁，1.60米身高，端庄大方，你为什么不要啊？卫生习惯不好，随地扔垃圾，怎么为人师表啊？医院儿科大夫，卫生习惯够好了吧？你为什么也不要？时间观念太差，第一次约会就迟到30分钟。小姑娘，迟到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，浪费别人时间等于谋杀呀！第一次约会迟到30分钟，到了也不道歉，好像别人理所应当等他似的，这种人就惯犯。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呢？交大在读博士，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教养，不爱小动物，没有爱心。那这个呢？太做作了。这个很好呀，大手大脚，太爱乱花钱。这个哪里又不好？穿的奇装异服。这个航空公司乘务员，又漂亮又有爱心，还是流浪动物的救助义工。儿子，你这次挑不出毛病了吧？嗯，没毛病，但人家看不上我。那人家为什么看不上你？你有没有反省过？我没问题啊。你没问题，人家问你房子，你怎么说啊？我认为人生不应该被一座水泥盒子所禁锢。如果你知道买房不是唯一可以保障生活的方法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，你就不一定会坚持买房了。妈，我说的可都是有理有据、有数据支持的。那人家问你理想、梦想，你又是怎么说的呢？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平平安安地去过好一辈子，然后死在自己家床上。儿子，你知道这辈子妈妈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妈妈最大的梦想就是你能功成名就、成家立业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嫁嘛嫁不成，业嘛业不立。妈妈不需要你一定成为什么名商巨贾，但你至少要回馈社会、回馈家庭吧，结婚生子吧。我和你爸爸现在还很年轻，我们有精力给你带孩子的啊。儿子，妈妈不是非要你现在结婚，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，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，生活慢慢的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。我不要你大幸福，我只要你小确幸。妈妈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你能够幸福。妈，其实想要获得幸福很简单，就是不要跟别人比，降低自己的欲望，这样就能得到幸福。现在外面很多地方还饱受战争折磨，我们活着岂比他们还幸福？快3点了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满足啊？28岁了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在家炒股票，恋爱嘛不谈，整天在家里养乌龟。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吗？说你有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老婆哈，你不是要跟我一块去买菜吗？走了走了走走走。哎呀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就知道和稀泥。哎呀，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撂啊？别人的事咱别管，只要自己儿子开心就好了嘛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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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财神，
爸爸又帮你赚了好多小鱼干，开心吗？他开心，我可不开心啊。我这是求人家，人家才答应帮忙呢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妈，这个姑娘叫李黛，是个律师，漂亮、能干、温柔、贤惠。你要是再搞不定，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。妈，这房子我也付了一半的钱，我有居住权的。有本事啊，你去法院告我。妈，搞不定别找我妈。阿姨。阿姨，臭小子！加倍艾特羊奶粉，吸收好，营养更好，突破十大喂养效果。加倍艾特邀请您精彩继续。看甜剧配小酒，热有微醺草莓乳酸菌风味，三度小酒清新果香，热有微醺一个人的小酒，邀您精彩继续。怎么了，慧姐？琴师，你看我是选择这件白色的好呢，还是这件黑色的？白色显得年轻，黑色显得高贵。反正你穿都好看，你想要年轻还是要高贵啊？我当然要年轻了。律师协会副会长的侄女儿，是不是已经到你那边报到了？哎呀，我前两天刚跟你说的，你又忘了，叫吴飞呀。老乔说人已经到家庭部报到了。进。秦律师，您让小刘准备的资料。嗯，啊，等会儿。是吴飞呀？啊，就站着的那个。知道了。出去吧。看到了，慧姐，年轻貌美的一个女孩子。律师协会副会长这种关系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。要是放到别人手里啊，我还真是100%不放心。也就只有你能替我挑起这个重担了。能为老板分忧解难是我的本分，也是我的工作。我悄悄地告诉你啊，11楼的汴京要走了。哦，是吗？这么突然啊？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师父要走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啊？哎，我刚才忙晕了，没反应过来。他为什么突然要走啊？他不是合伙人吗？这两天还没有公开，过两天就会宣布。我已经跟老金说过了啊，这段时间只要你乖一点，好好工作，别出什么幺蛾子，候补的成功几率比别人总归是要高一点的。你知道这个位子有多少人盯着，我能做你的推荐人，这已经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了。
放心吧，我肯定乖，比你们家保罗还要乖呢。这床我要了。哎呀，哎，晚上的 party 早点到啊。你先生回国了吗？带他一起来啊。公司派他去斯洛伐克出差了。这先生也太神秘了吧，两年了我一次面都没见过。你们俩一年能见几面啊？你受得了啊？要是我，我可受不了，我真佩服你。要是我早就跟他离婚了。我也很羡慕你跟老金这种啊，总是在一起，但我更喜欢不在身边的。所谓距离产生美，不就说明有距离才有渴望吗？你当心过头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段时间除了工作，生活上更是不能出问题。记住，不要突然怀孕，不要突然离婚。大人如此。好了，那晚上见了，慧姐，拜拜。再见。早就听说卞京律师有个得意门生，你今天终于舍得贡献出来了。多谢唐总夸奖。欢迎你加入成委会。谢谢唐总。听说你已经结婚了，结婚多久？你先生做哪行的？她老公是搞金融的。哦，你先生是做金融的。唐总，那您先忙，我带他熟悉一下工作环境。好。哎哎，张总。老金，金总，哦，来了。祝你跟金总结婚20周年快乐，白首不相离。呀，上新了。真好看，今天。好看吗？哎，你看到那边那个最雍容华贵的谁呀？珠光宝气的那个。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蓝小婷。你要是跟他搞好关系，对你以后做企业部的律师那是绝对有好处。可靠消息，他们协会的法律顾问要换人了。你的新目标呗。不仅是我，也是你的。哎，他们那个圈子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跟单身女性和离过婚的人打交道。估计以前这方面吃过亏。你要是把蓝总给我拿下，别说11楼的位置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合伙人我马上给了。兰姐，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介绍的我们律所的明日之星秦诗秦律师。兰总您好。哎呦，您好您好。秦律师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，了不起啊。是我们慧姐教的好，慧姐以后多教教我。真会说话。是啊。
蓝总，您今天这裙子特别适合您。哎呦，蓝总状态真好。您平时在哪儿做保养？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保养，我就是喜欢定期做做瑜伽。它对调节身体平衡、减缓压力都特别有帮助。嗯，你们年轻人平时要多锻炼，身体是本钱。是，蓝总，我视频一下，接一下电话。去快去。我特别好奇，您都这么忙了，还有空做瑜伽哈？您平时是一周做几次啊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到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有请柬吗？啊，我找李丹律师。好的，这边请。李律师在天台。谢谢。James 杨，终于被我见到了。你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这？哎呀，在那边呢。快来。其实。跟我还保密什么呀？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了。这儿不方便，换个地儿聊。这里其实是会员制的。您是来找朋友的吗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没必要告诉你吧。您那个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秦诗，杨华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我，你为什么刚刚还？不说这个了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姐，开门。说成已婚人士了，有必要撒这个谎吗？这不叫撒谎，这叫战略伪装。我是一个律师，诚信很重要。那我问你，你想到城委会工作吗？当然想。那就必须是已婚。为什么呀？单身女律师根本没有前途，在城委会顶多是个高级律师。你不信你把你现在情况跟唐一贵说，我敢说你连现在的工作机会都没有。为什么呀？这根本不合理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早告诉你，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？不同意。所以我就帮你做决定了。所以两年前你为了事业发展，在网上随机找了一个人来伪造你的已婚身份，而我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你的丈夫，是这样吗？其实也不是随机，但不重要。您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非常正确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抱歉。不过您放心，我没有用你的身份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。哎呀，其
其实如果不是今天这么凑巧，我都没觉得我会见到你。我向您保证，出了这个门，你还是你，咱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瓜葛，也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影响。你怎么保证啊？蝴蝶效应你听过没有？蝴蝶随便扇动一下翅膀，都有可能造成纳斯达克指数波动。你又能怎么确保你的谎言不会对我未来生活造成影响呢？那我确实保证不了。现在外面人都认为我是你的丈夫，根据六度空间法则，这几乎可以代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。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对我造成了生活上、精神上的困扰。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不如您提一些要求吧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协商解决。我要离婚。总的外甥女，哎呀，怪不得人家一听到我们程宇辉是这个反应。要是我刚被挖走了1200万，我的反应比他还大。唐总，秦总，我调查过了，这个赵丹平确实是蓝总的外甥女儿，她的妈妈是蓝总的亲妹妹，但是几年前已经过世了。离婚协议和资料我都看过了，你代处理也没问题啊。换作是我，恐怕下手更狠。谢谢金总，这一年多的关系渠道全都白费了。生气啊！接个案子也不能把所有人的背景资料都查一遍吧。再说了，事情也不一定没有转换的余地啊。再等等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说不定能化险为夷。就算成不了，咱们现在的客户也足够了，少个蓝总不管紧要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。少一个蓝总，那是一个大的商圈啊，身价加起来几百亿啊。看，当年堂堂的法律系西瓜，怎么张口闭口的恐慌之物？
一大帮客人等我们呢。走走走走。别生气了啊。您提出的要求非常合理，我会尽快解决的。尽快是多快？我这边的情况呢，有一些复杂，我需要一些时间去解释清楚。嗯，2个月？3天，我最多等3天。3天是不是有点？秦小姐，我已经很为你着想了，我只要你单方面宣布离婚，我甚至都不需要你去解释事实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你多提一个条件都不太合适。嗯，如果秦小姐这一点都不能答应，那我不得不怀疑秦小姐还有更多情况没有告诉我。鉴于这样，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要跟你老板和同事说清楚比较好。哎，三天，空口无凭，你一个协定。没有必要吧，哥哥。秦小姐，你是律师，应该比我更清楚口头协议跟书面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不同。你不会想转脸不认人吧？我这个人当然说话算话了。杨先生法律意识真强，给你点赞。谢谢，你写我写。怎么了，慧姐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就在这附近。我不会打扰你们了吧？你们牛郎织女鹊桥会呢？年轻人，你克制点啊，这可是公共场所。你跟你先生没事吧？没有，我们俩这挺好的。哎，你们俩好就行。我是再也经不起坏消息了。是不是有什么坏消息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明天再跟你说吧。明天早上陪我一起跑步，没问题吧？行，我知道了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合情合理。对不起。我想再加一条。哪一条？这份协议3天之内你要保密，不许来我的公司，不能跟任何我的同事取得联系。这期间如果被人认出来你是我的丈夫，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并且不能否认你的身份。如果因为你的原因给我的工作造成了损失，我有权向你索赔。赔多少？我年薪的2倍。3天。3天。好。不用了，我都收拾好了，你就在下面等我吧。嗯。
啊？哦，没事。我要回去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妈妈了。我原本计划慢慢实现的目标，现在看起来得加快脚步了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。只是在目标实现之前，你要做的是保护好你自己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不去揭穿这个秘密。假如每个人都只顾自己逃避责任，那么错误永远不会被纠正。这个无常的世界，最终会让每一个人都付出代价。怎么了，财神？奶奶又把你轰出来了。没关系，爸爸道个歉就好了。妈，妈，谁呀？妈，我门怎么打不开了呀？门锁已经换了。这个家不欢迎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。什么时候想通了结婚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妈，你别胡闹行不行？这么晚让我去哪啊？妈，妈，你要是敢偷偷的去开门，你跟你儿子一起睡大街。我是去锁门。我看你锁牢了没有？哎呀，这晚上睡觉，这门不锁好，这多危险呐，是吧？妈，哎呀，儿子，你妈正在气头上呢。你出去躲一躲，等你妈气消了，我再做做她的思想工作。楼道水表箱里有点好东西，你先拿去用。爸爸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从第一集开始，杨华就被妈妈疯狂催婚。催婚可能是当代年轻人到了一定年纪后普遍面临的问题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父母这样的催婚呢？我们不要觉得父母这么做啊，就是根本不爱我或不理解。因为在他们那代人的婚姻模式里，结婚、传宗接代就是生存本身最重要的意义之一。今天我们时代其实变化了，我们不再把婚姻看成是必然的，而是变成了一种选择。这个选择一定是说，结婚让我的生活比单身更好，这样子我才会选择结婚。所以正是因为时代变化的很快，两代人之间本质上存在着对这种婚姻本身意义的巨大的差异，这就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。父母其实是我们人生里非常重要的支持体系，所以当我们面对父母催婚的时候，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说，你的这些想法，你这些担心我其实理解，但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做好准备，我的困惑在哪里。比如说可能我现在事业发展的阶段，如果这个时候我考虑婚姻，可能会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困惑跟父母讲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把自己放在了跟父母非常平等的位置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认可。其实最好的催婚是父母经营好自己的婚姻。因为我们在研究里有的时候很悲哀的发现，
很多的子女之所以不想进入到婚姻，就是因为他不想成为像父母这样的人，或者不想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在那边吵架，然后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。所以父母如果自己把生活婚姻过好了，让孩子能体会到家庭的乐趣，生孩子的乐趣，这样他才会更有动力去进到婚姻里去。那我们年轻一代也可以反过来跟父母讲说，妈妈爸爸，你们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，你们幸福了，我会更有结婚的动力。咱们要学会把球也抛回到父母，你会发现婚姻就不会成为我们两代人之间冲突的源泉了，可能都成了我们两代人都想努力的方向。彼此都已成为面前最重要的那个人。Don't worry， 别怀疑，留点回忆在心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陪伴自己悲伤的时候，人总是容易放弃。没有伤口的悲伤不需彻底清理，快乐的时候人总是不想失去，没有眼泪的笑容难以刻骨铭记。 Don't worry， 别犹豫，等待不会令你靠近最想要的机会。 Don't worry， 等它痊愈，长出生命力为最好的自己。寒冷的季节人总是想要藏起，没有靠近过的关系脆弱的难以维系。最好的一切人总想抓在手里，留在做梦的夜里，固执的无所畏惧。如果可以别放弃，曾经想要遇见的那